各位大家早安，欢迎来到游戏时光第五次实况终于嗨，各位大家早啊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玩废墟过渡。上次啊，我们把整个南部打完了，剩下这种大据点。这大据点可能找时间处理一下吧。那今天我们目标就把东部这边处理掉，除了大据点以外，我们把它处理掉。那处理完之后呢，我们下次就是北方啦。对，那我们先处理东部吧，要把这个北方雪境留到最后，早一点准备点抗寒措施嘛。解谜，开场就叫我解谜，六个嘛。上去的状态，我才能跳到对面。这样子呢？不对，我应该是按完之后，它会升上去。
升上来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等一下哦。差点又被自己的思维限制了。我终于可以换武器了，还清醒呢。我终于换武器，还是特务，好棒哦！开心。哇，解这个谜关是好事啊，对。所以没事多动脑。棒的，你终于又找到一把好武器，开心。哦，是满，不是是彩虹。啊，矿怎么都是这几？塞鲁之城，人类最后的帝国，哇，也是废墟了，变成不死族的领地了。记住我，这麻烦，里面最麻烦，但是它的治疗效果很奇怪。哦，所以是可以布防的。如果你的装备、你武器的布防效益够高，但是你有继续布防，像刚刚那样，打到最后然后直接布他的防。电脑出来了，又不是没来赚钱，没问题。马赛姆纪念品，存不出来一台电脑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再过分一点啊！按错了，按错了，奇怪！等等。是要买到多好的电脑？我好像应该先问你这句话。问没道理，到现在你还在存啊？
掉下去是怎么样？找。哦，那那块是黑的，哇！要买的东西偏多哦。在此今天战无不胜的泰特兰，我百场战役没有输过一场，是真的强。无畏者菲斯卡尔带我们走过连续16场，走过16次辉煌的胜利，百场16场。除去黑魔法，所以主要是黑魔法导致人类的。哎，那这个翻译有时候真的是，哎，算了，不好说。记忆的那个，我们看一下，是 Gondoli。所以人类最后好像是输在黑魔法、欸，哎，很惨。愤翻不是，应该也说也不是翻译的问题，是它的界面它没有。跟着处理好，翻译只是为了应付一下的感觉。我也是啊，这种游戏华人的游玩受众本来就比较小，不能奢望人家投入太多心血。你不付出，人家干嘛要付出来投？对不对？因果报应啊！金刚攻击没有很少限制，很少限制到底是什么？我是可以打很多敌人的意思吗？治疗、修复、商店，我现在需要钱，所以我可以尽量的卖。大量的钱，哎，其实这游戏的翻译品质，我觉得是还行的，就是它不会翻译出那种你真的完全看不懂的垃圾，所以我是觉得还行，只是它的那个文字框跟翻译没有对上，界面跟翻译在讨论的时候没有讨论，那就爆出这种惨案。
矮人的虚弱，应该说有矮人逃离的位置。所以游戏中的亡灵主其实是矮人死后的那个执念，类似执念之类的东西。我刚是忘了换边，哥哥。到后期大家都说真的是硬 A 流啊，因为你可以直接冲上去 A 到底就对了。事实证明，各位他们说的是对的，但你可以打得很保守。二三号可能可以打网卡。那再一个礼拜、啊，差不多再一个，差不多一个礼拜吗？半个礼拜，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就再坚持一下呗。不知道怎么感觉，之前工作那么长时间，一个月薪水可能全部买电脑没有错，但两个月薪水够了吧？甚至三个月都够了吧？三个月每个月卡一万下来够了。是我记错你工作的时间，也有可能。居高临下这种人是最讨厌。药剂师，但是有些真的很可惜，因为他的部位就设计残缺不全，所以根本就不是，你也看不清楚他故事这里面写的，这有点可惜。不知道未来建完有没有机会看到全部的文字内容。对这种都特别感兴趣。我听到雷法的声音。算了，不搞了，杀一杀，杀一杀，杀一杀，要不然等等又被送下去。选择障碍啊，我也有一点。靠被
数值还蛮高的，不知道把再把那个冲上去，感觉就有机会变有分歧。墙壁吗 ？What？ 那刚刚是不是有空气墙壁啊？我靠！因为连续针那个被卡住，其实不合理耶。
法叠出一个路上去。那应该也在一层，对，果然。哇，我身上满了，我没注意到。哇，这个丢了呗。那边怎么走？哦，还有哎、欸，哦，这边会降下来，酷、哦欸，这才是路灯。你刚那圈是为了什么？点亮柱子能是为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又满了。石头挖一挖呗，先回家，然后我们把石头跟食物卖掉一点点。他不知道怎样，他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全地图探索成就之类的。不知道这些探索起来到底有没有，是不是有些东西没开，然后看不太出来。不知道，先回家，然后做一瓶水，然后把这些卖一卖，没把这些卖一卖，然后做一瓶水，很怪才对。先治疗，修复伤点。至少应该卖一点，这没有，这没有比较好的。两个就超过了，我靠！戒指价值真的太高了。
的防御很高哎，这个拿去拆一下，那就解除一下，然后再自己注魔进去好了。三，这好像也可以注。其他好像都还好。这样商人没有钱了，没有用。可是我们出去晃一下，就会商人就会有钱。哦，所以啊，所以这个路都要自己再重走哎。这样晃一下，商人的钱会不会就重置了？你的话这样就好了。把他钱重置了。那不懂。有没有新的数值啊？像没有，都是一些老数值了。转换，这是不是新东西？转换，再研究一下哦。知不知道是新的那个数字？真的去那个看一下就知道。比较贵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不懂。我这一枚就5400，我靠！一枚抵两枚的概念。看一下有没有那个转换，有没有？哦，有了。哦，它的物抗好低哦，这一个。这个好像没有必要，对吧？这个好像没有，算了，先留下来好了。没有，这个没有价值。走吧。
快乐。我们今天目标就把除了学技以外的东西都打通关。好，目标很简单，所以其实花的比我想象还要久，因为比较多解。红色坐狼训练场，请保持这个状态。大量毛皮黑菜吧，缺这只毛皮，给我皮。OK OK， 完美。潜行者，哎，为什么没看到呢？我还有梦，我这是什么？这里会有什么掉下去之类的？没有，不是，你们在这地方也太危险了吧？这是要钱不要命的矮人呢、欸！天哪！这也没被弄死，真的是命大哎、欸！就是从这里面真的看得出来的，很多真的是要钱不要命，天哪！为了找到的矿脉有没有，连命几乎都不要了，不乱往内冲。钱，剩下三个，还有三个据点要探索，可以的。皮革。三品的如意哦，啊，没了，
宝藏殿堂，这个是不是那个啊？这宝藏殿堂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我走过了，但是因为我可能还没有触发所有的东西，所以没办法拿。对对对对，那这个没有走的必要性。这个画面不太有人用滑鼠，不太有人走吧。好，原来这样差不多嘞，我们血祭线的一下子都处理完。对，要把这边的任务回回。我们把亡灵都处理掉了。说是亡灵，也只是，说他们是亡灵，其实他们只是舞者啊。冲刺，哎。减二十体格是哪招啦？加五十冲刺，这冲刺新的效果哎，可惜。他特殊武器拆了，感觉很浪费。先回家吧。好了，我们很认真的把血晶一下都处理掉了，好不好？剩下的时间，我们来设法弄点好的装备吧。差两块而已，没关系。好像没有其他的。
猜这样好了。对了，戒指类其实不能猜，所以那个要拿来卖掉。交互键，所以在一六的印象中啊，我真的都按不到那个十哎。好烂哦。拆掉啊！浪费我的资源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气。好了，我们接一下，我们无聊再去接一下悬赏，好不好？哦、黑铁矮人，来，我们今天最后就去打打悬赏令吧。打打悬赏令，然后下一次我们就想办法统一整个北境吧。果然是一星悬赏，简单。方阵营里面直接被打死，这个就厉害了。目前，那个东西，世界主宰，普通物理肉近战型，那个东西，快速强壮远程型，那个东西，缓慢强壮。我觉得你缓慢，你就要到世界主宰等级啊。那个东西，结实快速，这个我还可以接受。这个其实是我最喜欢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时光，不妨到退出 YouTube、FB， 在这些地方帮我搜寻“游戏时光机”，然后在订阅、分享、追随。想看更多影片，不妨点旁边小红包。再次感谢各位游戏时光机，我是时候 Green， 我们下回再见啦！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统一取经啦。